大家好，这里是功夫者，我是赣南地区著名狠人，堪称第一狠人的陈泽新。今天我们接着讲功夫。很多粉丝问，双节棍跟同样长度的棍棒相比到底有什么优点？现在我这里有一根棍棒，我请你竭尽全力朝地上砸十下，你敢吗？你不敢，因为对身体的伤害太大。双节棍的链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。同样还是这根棍棒，放在身上什么地方比较隐蔽呢？没有地方可放。双节棍可以放在肚兜里，当你想要它的时候它就出现了。双节棍还有一个省力的优点，笔直的棍棒甩出去需要靠手臂的力量进行连续的把控，这样肌肉得不到休息，容易酸痛疲倦。双节棍可以通过棍头在身上缓冲，达到这种间歇性的休息，又可以通过棍头的反弹进行连续击打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